我抽烟呢。Would you mind if I smoke? Go ahead. I cannot say no to you because I am not the leader of this country. 我不能对您说不能抽，因为我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。But in the Philippines, for cabinet meetings, no smoking. 但是在菲律宾，我们内阁开会不许抽烟。这是人当我违反那个规则，就是我习惯拿起一支烟来，就有个代表一条纸，那个提出批评，马上只好结束，没办法。搞这个开放啊，关键是每一个地方的人，什么人领导？是一个明白人，还是个糊涂人？关键很重要的，有没有点劲头的人？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，闭关之术都不可能。我们吃了这个苦，我们老祖宗吃这个苦，东汉这个明朝形成之时，郑和下西洋啊，那是开放的。民族主义死了以后的时候，是那个明朝衰落以后啊，就康乾时代也。不能说是开放，闭关之术，把中国搞得就是贫穷落后啊，就是愚昧无知啊，也加个愚昧啊。独立自主不是闭关之术，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，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，任何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和国家的长处，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。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，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，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，也还是要学习人家的长处。